板桥的虎前金龙团，他们入伙和做绕境大典，很可惜今天超大，要不然今天绕境可能也很精彩。然后今天有个重点就是他们有画神将，你没有听错，真的是保一队的神将哦，也是范谢将军，七爷八爷一队。他这些七爷八爷是由阿玉手工神将，他们手工制作的。他们等一下就会保挥试试看这个手气吧 ，Go！ 如果要保神将的话，要先到这边报道哦。因为下雨天，所以我们滑背的场地要先重新设计。真的很难想象这到底要怎么绕境哎，这根本就是台风等级的吧。
走到了台北县城隍庙。台中法天坛，thank you.
终于我们的伪证要来了，板桥十技工的伪证。板桥织机工他们前几天大概一个礼拜前才刚入伙工作完，然后里面进入的是我们的技工师傅。陈先生，哦，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。好可惜啊，没有刮到，真的是蛮可惜的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。